祈念妈妈死之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美人鱼。之所以妈妈没有变成美人鱼，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所谓的灵珠。你只要杀掉十个人去献祭，海神就会给你一条线索，找到灵珠后再把破损的海神修复完整，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愿望。妈妈的时间不多了，变成美人鱼许愿吧。不要啊，妈妈，妈妈，我会找到灵珠变成美人鱼的，再许愿把你变回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了。快去找小暖吧，这样就可以找到人类了，哈哈哈哈。又来给您献祭了，小妮子眼光真不错，让我慢慢享用吧，快去找你的目标吧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海神大人。
哦，要乖乖听海神的话哦。我又来给您献祭了，老铁别太荒谬，一天给我喂这么多东西，你想要谋杀朕？那可不是，我只是想要线索。哦对了，加上这四个人就是十个人了，快给我线索，快给我线索。那好吧，看你这么努力，线索就是你的线索是在我们小镇上的唯一的学校里有你需要的线索，记住是两班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海神大人。不是吧，哎呦流氓，明明是你自己亲上去的，还怪我咯。每天就这一个台词，烦不烦啊你。先不说这件事了，今晚来我家吗？来呀来呀，我当然来呀，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她家肯定有灵珠。什么灵珠啊？啊不好说漏嘴了。对了，你家住哪啊？哦我家啊，就在学校旁边灰色房子里。嘿嘿，正好放学了，快去找她。就是这里了吧，蛮不错的嘛，应该就是这里了吧。谁请进。原来是奇面呀。啊灵珠的味道越来越明显了，莫非那我就参观一下你家。嗯啊，这灵珠到底在哪？没有没有，还是上楼去看看吧。是灵珠，果然。我就先走了。不玩玩吗？不玩了，我家里还有事。那好吧。阿斯，终于等到这天了，妈妈，我来了。海神大人，我带灵珠过来了。好，快帮我安上。好的，海神大人。
可以把我变成美人鱼了吗？不行，还得再杀一个人。你？那你还想变成美人鱼吗？我想。那你就再杀一个人吧。好，好的，啊，只能杀他了。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请进。顾寒，对不起。海神大人，我来给您献祭了，快把我变成美人鱼吧。呵呵，谢谢海神大人。你有什么愿望，快许吧。我许愿让妈妈变回来。你的愿望已实现。谢谢海神大人。啊，对不起，顾寒，请原谅我。